我很简单的一个诉求，就是我要拿回我的押金。刀是摔出去没错，刀是把保安拍掉的，他做得很好，对。但是我没有拿刀去攻击任何人。我从去年十月开始，我就会很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创作新的作品赶快尽可能的推出给大家，对。但是当时的我没有钱，没有足够的钱去做这些制作，因为银行那边我没有办法过件，我只好找民间的融资公司来配合跟合作。而配合到后来呢，我听到我的朋友跟我讲说，那个叫做高利贷，但是好在我现在大部分的债务我已经还清了。他们讨债集团用的方式非常的激进，让我觉得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影响，所以我的口袋这个地方刚好可以放下我的手机跟一把刀，还有我同时也会带辣椒水，我只是为了要防身。我带刀是为了要自卫，要防身，不是我要拿来做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。我今天会生气，早上会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肯退还我押金。我并没有拿刀挥砍他，我又不是神经病。我很简单的一个诉求，就是我要拿回我的押金。我的押金我要拿出来。刀是摔出去没错，刀是把保安拍掉的，他做得很好，对。但是我没有拿刀去攻击任何人，